各位安迪安哥，你们好。我是看人家做很多 video 啊，叫你们待在家，好好跟你讲啊，你又不要听哦。叫我看到西北不会打喊，然后出来讲你们一下。待在家很难咩？你很想死咩？清明节刚刚过嘞，你现在死无花咩？你要等 almost 一年，人家才会烧东西给你嘞。你还要等多几个月，7月你才可以出来放假嘞。很难咩？待在家很难咩？跟你们讲，出门要带一个 mask 啊，你们 mask 又不带。还像这个安哥俩啊，出门乱乱走 ，mask 不用戴就不用紧啦，啊 ，mask 没有戴不用紧啦，但是那他连衣服裤子都没有穿啊，这样走出去，那看了不会拍死啊。那第二个名家，你看那个喜安哥，啊，乱乱去扒人家的东西，我今天过来扒你的头发，你会开心吗？啊，我来拉你的碟口，你会开心吗？不对，对不对啊？听政府的话很难呢。啊，如果你讲啊，你重视你的事情啦，可是你有想过你的家人吗？你重视你的事情嘞，有可能你很想死啊。啊，我们都不想死嘞。你中了，那可能你不懂，你中了，你又走来走去，乱乱去拎戈壁打麻将，啊，楼下坐一下，跟你那打一个象棋，他揪着我了，啊了。想一下嘞，几岁的人了？你头发都白了，眉毛都白了，你的 armpit hair 都白了，你的上面的毛都白了，还不会听话咩？我们年轻人没跟你讲啊，我老诶，鬼回了，想一下啊，如果你看到这个 video， 你要分享给你的阿公阿嬷、安弟安哥去分享啊，他们总是应该有感一下的。连 WhatsApp 那种什么假 message， 你们听了又乱乱传。倒卡丘这样，我们那种新闻就是听政府讲，不要听那种什么 WhatsApp 这样传来传去，他随便 record 一下，随便讲一下你就听。我说你 example 啊，这个是那个内幕消息啊，那个 RC 那边讲哦，我明天开始哦，你喝那个烧水会 cure 那个新那个 COVID-19， 连明天那个观音妈要下来帮我们 cure 这个 disease 了，然后后天 Jesus 下回来。带我们去 heaven 了，连第三天找到阿拉了。什么啦？你要屁股想一下吗？有些东西你可以听就听啊，不可以听就耍啦。然后我又在 online 看到这个洗脸镜，出门不要戴 mask， 戴这些洗 sunglass， 那边拍警察。你是没有看过警察咩？连那个警察又没有很帅，你拍他做么嘞？所以这个 video 真的是来跟你赶一下哎，因为你们好人家好好跟你讲，你不要听嘛。对不对？你孩子跟你讲，你不要听啊！你的谁跟你讲，你不要听 ？Problem 啊！你们，这样老了来讲啊，是不是哪帮 CBA 很有空啊？想一想啦，可是不是讲我的年代的这些人没有啦？有这个这两个小杂包讲要重视他的事情啊？我是不懂讲他啦，可是如果他中，我就会怕八十位啦。所以没有事情做 ，just。待在家了，好 ，just 待在家，不要出去。不是说不要出去，你可以出去，你可以去打包东西，你就要回来啊。你去跑步嘞，跑完步你就要回来啊。Other than that， 麦老人家，好，就是这样。Thank you。